即係頭先啱啱我哋講嗰個128蚊團，我呢個再平啲啊，1200起啊。哇！有個貴啲嘅，係啦，咁但係就而家講個平啲先。咁首先咧，呢個嗰個名咧，因為佢有兩個套餐啦，喺淘寶揾嘅，淘寶冇錯。咁就係呢個順玩深度觀光一日遊，係啦，咁一日咋？一日嘅咋，即日來回啊！哦，嚟食一餐嘅咋，包一餐嘅咋。哇！我哋就即係哇！我哋算好有良心啊，大佬，包足你每日。嘅三餐，三餐包足，車船包足，住又包足，係咪先？嗯，咁你呢個128蚊即日來回，咁我好想知究竟佢幾點要喺大陸度出發咧？嗱，佢完全係冇交代嘅時間嘅，但係咧，嗱，首先日期有嘅，咁而家我見到佢就咁最方便俾你撳咧，應該係最推介你嗰日嗰個，亦都係最平嗰個價錢嘅日期咧，就係5月24號，其實就過咗嗰、那個，咁晚㗎啦，係咪過咗黃金週㗎？過咗，過咗啦，即係可能爆曬啦！咪睇下有冇更加多嘅日期先。我揾到有个120蚊添啊！哦，因为咧51即系劳动节嗰段时间咧就168嘅，哦贵啲嘅。系啦，咁如果要最平咧就系24号就系呢个星期三嚟。就拣个168先。168，就5月1，我睇下咩料先。我谂基本上其实佢系一模一样嘅个行程。嗯，系啊，咁只不过系纯粹你睇你咩日子嘅啫。OK， 系啦，咁啊，如果你黄金周嘅时期嚟咧，5月1号咧。就168啦，加四草系啦，加四草。咁首先完全冇交代时间地时间系点样啊？地点边度集合嘅？咁总之咧，佢就会喺我呢度有讲啦，不见不散，佢冇讲即散，冇讲时间啦。早上8点钟，系嘛？喺呢个深圳莲塘口岸集合。我呢度就可以拣福田或者莲塘都可以嘅。哦，即系总之朝头早8点钟神鸡咁早，系啦，唔理你喺大江南北边个省边个会，总之系自己8点钟朝头早。喺深圳就集合，嗯 ，OK， 好，第一站去哪儿？嚟到就系去黄大仙子，系啦，呢个色色圈。嗱，我哋计下数先。嗱，呢一个嘅莲塘口岸即系边一个位啊？唔好意思啊，即系喺嗰个小弟比较粉岭咁上下，即系落马洲，即系唔系。即係嗰啲車嗰啲，係咪香園啊？香園圍嗰頭。好啊，嗱，我就當喺香園樓呢一個邊境管制站嘅公眾停車場。嗯，跟住之後，喺沙頭角喎。喺沙頭角，沙頭角。好啦，咁跟住去邊咧？就係去呢一個黃大仙係嘛？冇錯。好，息息園。咁梗係行吐露港啦。嗱，根據 Google Map 咧，半粒鐘車程咧就直劈一路鏟呢一個香園圍，跟住然之後就係過貴隧道啊。唔係啊，佢行吐露港，跟住然之後咧，就喺呢一個嘅大老山，嗯，一出嚟就即係已經到啦，兜翻落去，係啦，佢喺呢度咁樣樣。Okay， 大劈走落去，系啦，29分鐘，系咁，然之後咧就會停留喺呢個息息園咧，就30分鐘嘅。但唔好意思，對唔住，打一個岔。嗯，當其時集合點係8點鐘，係啊，過埋關，而家好快嘅啫，8:30、8:09。乜都過到快，你9點啦，9點鐘開車啦，當9點開車，塞車喎，大佬同我講，星期三唔會，邊個話 weekday 喎咁早8點梗係塞啦，咦唔係喎，5/1係放假噶。五一系放假，劳动节嗰日系，当日系，但系我哋冇一个礼拜假噶嘛，系我哋得一日，系咯，系啊系啊，咁即系话你都唔希望有一个礼拜，咁啊同步噶咯，接轨噶啦，真系。但系你嗰个去色色园，圣诞节冇假放，你嗰个去黄大仙1.5個鐘咁少啊？系啊，半粒鐘，唔係因為冇嘢買嘛，揼下雞揸留下四咁樣差唔多啦。一間你留得耐，香油啊添多咗，喺門口度買嗰啲香燭，跟住入去。即係嗱，我當我10點前點都去到黃大仙啦，係咪先？係。好啦，跟住然之後玩半粒鐘，嚇？系啊，佢个半粒钟啊，我哋呢度半粒钟，佢一个钟啊。你想讲玩咩啊？系咯，我呢个120蚊。玩装香，哦，好嘢，会玩装香，系同埋玩球签，系啊，系。跟手咧就踩落完咗呢度啦，咁啊离开黄大仙啦，我哋踩喺尖沙咀星光大道，踩落老尖，系。咁啊，佢有埋活动嘅说明噶，即系可能平时我见到嗰啲红帽子就系呢个团啊，系。咁就星光大道系玩咩咧？咁首先佢系影咗呢个李小龙像啦，同埋呢个金像奖嗰个像嗰。嗰個雕像，即係成條行曬啦，成條嗰個呢一個嘅星光大道要行曬啦。咁啊，星光大道一攤尾嚟噶嘛。
就是有这个专业电影拍摄这个情况，还有这个香港知名艺人为题材的雕像，就供这个游人去拍照留念的。亦都是一个热门的旅游景点，即是影梅艳芳是吧？是的，类似的类似。我都冇留意喎，影埋嗰只麥兜咯，系麥兜咯，梅艷芳，系嗰度個像咯。李小龍係咪都？李小龍喺 Starbucks 嗰度最開頭嗰邊嘅。OK， 咁啊就去吸下嗰個掌印啦，即係喺個扶手度噶嘛，唔喺地下噶嘛。係啊，乜都有嘅咁樣。你嗰個呢個可以留幾耐啊？廿分鐘。廿分鐘，跑都唔得啦，係嘛？一落機跑，叫咗人跑係嘛？哦，邊打？我明嗰次兜嘢冚落我哋度嗰個係做咩？原來就衝開呢個，原來咁趕嘅。咁你而家理解佢啦，係咪先，大佬？佢都廿分鐘啫喎，佢切頭切尾，大佬行都十分鐘啦，佢一日兩分鐘來回，佢唔要跑啊，大佬。咁我呢個 reasonable 啲都有一個鐘㗎。係，即係起碼喺嗰度可能行下咁樣，即係見到 K 十一唔準入去，係啦，跟 Starbucks 都唔準買，咁要排隊啊。係啦，香港藝術館唔準入。文化中心不准看，想說打個卡都不行，跟住就要即刻入片啦。咁啊，晏晝咯，跑得快咪請你食芙蓉雪糕咯，自費喎，自費，係啦，咁樣。咁嗱，你朝頭早去完呢一個嘅八點鐘，黃大仙，去埋黃大仙，再去埋星光大道就食晏晝噶咯。食晏晝啊？食咩啊？冇講，總之就係話嗰個 budget 咧，大概就係50蚊位嘅，係啦，咁啊包埋噶啦，應該團費入邊。哦，團費裡面包50000蚊餐啊？我唔知啊。但他沒有說清楚，但是用餐標準50元一個人即是包了。但問題來了，在尖沙咀的星光大道附近，方圓50米，不是50里，不是50米，沒有一些方圓500米，方圓500米，星光大道方圓500米，你哪裡找到一個吃50元餐的地方？ M記落地底那間尖沙咀那頭沒有多餸飯的。如果行翻遠少少，我哋去橋底，即係有個街市咁啊，橋底街市。哦，嗰度得，嗰度50，嗰度都唔得啦。怪得知佢哋係要喺街度食飯啦。係啊，踎喺度食啊。如果唔係都冇啊，真係除咗一係 M 記咯。嗰個咩啊嘛？你講緊亞士尼道嗰度嗰個嗰個食中心啊嘛，係啊，落去橋仔嘅。富樂街後面嗰度嘛。食牛丸啊，定嗰個50元混水啲咯，冇話唔得嘅，食少啲咯，係一碗。食碗粉好啦，嘢飲你都唔好嗌啊。你唔好嗌。係啊，同埋都串嘅呢只姐。係啊，不過唔緊要，溝通到應該可能都好啦。咁跟住之後咧，係有個好啲嘅，不過嗰個就200多元嘅，同一個行程。咁但係嗰個咧就寫到明有得坐低飲。喝下茶咁样嘅，有咩茶啫？我唔知啊，西茶。咁我呢度有个300多元嘅就可以去埋山顶添。哦 ，OK， 好啦，嗱，你嗰个有冇得去山顶？讲翻100多元，有，转头先，不过讲翻100多元嗰个先。好啦，跟住之后咁啊，尖沙咀玩完咯，食咗个50元嘅，唔知食咗啲咩啦。咁跟住之后咧，系两点啦，就去啱啱都提过，都估中咗啦，西九文化广场。啊，系濑嘢，即系。系啦 ，Empress 死都唔好谂住入啦，因为要俾钱嘅，系咁啊草地啦，系草地共享啊，我哋一齐都 OK 嘅，咪嗰度影相都 OK 嘅，咁样睇你带咩人嚟啦。如果你小朋友嘅话，咁有个山丘仔啊，咁样跑下，我觉得都 OK 嘅嗰度，系，不过唔知有冇蛇咧，其实嗰度啊冇蛇，不过小心啲啲草啦，唔好叫啲僆仔走去草丛，咩又笃盲只眼噶啦又，上次试过有一次笃亲个僆仔噶啦已经，系，如果食得唔饱咪食草咯，野草嚟食。即刻炒系嘛？好啦，咁啊两点零钟咁啊去西九啦。系烈日当自晒嘅时候，就叫你班友喺嗰啲冇遮冇挡嘅地方。佢张相系黄昏日落，我唔知系日出定日落啊。日落西边嚟噶嘛？西九啊嘛，西九见到太阳嘅西边啊。跟住好啦，嗱呢个状态即系烈日当自晒嗰啲时间就整理干净啦。系好啦，晒几耐到啊？30分钟左右。熟咗噶啦，阿四哥可行30分钟去西九，定系佢会搭车去咧？应该坐车嘅，冇理由搭车行路嘛。好难讲啊，好远噶，嗰度唔得啊。系咯，唔系得，你咪尖沙咀经海港城，再经中港城，再经呢个戏曲中心，你咪行到去西九咯。行到噶，嗰度差好多，行唔到啊！跑啦，要半个钟啊！跑啦，跑啦嘛！
邊打佢咁啊？應該坐車嘅，沿路就係啦。咁啊，去完呢個文化廣場之後咧，就可能應該咧呢個配套好少少嘅，未必行紅隧，因為唔夠方便。咁我當你行西隧啦。咁之後就去呢個黃埔軍校。係咯，跟住去咗邊啊？太平山頂。哇！係啦，有埋呢個景點説明嘅，又稱呢個維多利亞峰，或者扯旗山，係啦，係一個香港港島區港島區嘅著名住宅區啊，係啦，咁就依可以瞭瞰曬呢一個維多利亞港啦，上去凌霄閣嗰度，但喺下面好啦，係啦，商場你唔好入，你唔好諗住去迪士尼，嗰個大富翁嗰個館啊，冇啊冇啊，係超出咗團費，除非你自費啦。蠟像館你又冇得去，呢一個大富翁你冇得去，樓上凌霄閣上面嗰個都冇得去，嗰個都收入場費嘅，咁纜車冇得坐啦啩？自費啦。冇噶，要俾錢噶。碌落山啦，但係佢平咧，嗰度一個鐘頭半個鐘喎，即係個半鐘時間喎。哦，嗰度啊，俾翻個半鐘我。咁得。頭先嗰個星光大道20分鐘，你咪黐筋啊！呢100更多精彩節目等住大家，足本重温，聲音下載服務，年費1000蚊，請即訂購支持。